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4年1月 PS1 档会员入户游戏现在可以下载了，一共三款游戏。首先第一个是《瘟疫传说2安魂曲》，这应该是前年22年底年末发布的游戏，去年年初呢进了三档库的试玩，当时只有30帧，现在已经解锁了60帧模式。我们在游戏设置性能模式是目标为60帧，但是画面会差点，默认应该是高保帧模式，每秒30帧，画面会好一点。这个游戏呢就是同屏几万只还是几十万只老鼠的那个游戏。第二款游戏叫暗邪西部，这个看上去也不错，它和瘟疫传说安魂曲都是 Focus 的，一档会员领取时间从今天开始到2024年的2月6号早9点。第三款游戏看画面应该是个4399，但评分不低，目前 PS 会员价格没有优惠，不着急的可以等等春节，还有一个月。2024年开年送的这三款游戏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写到评论区。